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，对呀、啊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蔡老师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哇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！谁跟我说结束了呀？啊！耶！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想你啊，好吧？还好，棒棒棒！恭喜小哥哥队获感谢感谢蔡老师，感谢蔡老师，不容易不容易，不容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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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恭喜小哥队旗开得胜，在吉祥的光照耀之下，迎来了小哥队的第一胜。恭喜！感谢吉祥的光，恭喜恭喜！弟弟这次的胜利也有我们哥哥队一半的功劳。大哥队今天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，就是装置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也说那个装置，我们是第一次，因为我们这一季第一次藏嘛，对，第一次来那个桌，所以那个装置不断的在自爆，不断的在自爆，我们听了可开心了，哔哩吧啦哔啦，开心死了。但是其实这个整个躲的过程其实很心虚，就跟做贼一样，好心虚，心态不一样，心态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这次最重要的想法就是说，一定要有一个人要死藏，死活这把要翻盘。如果说没有这么非要死藏的话，其实我觉得几个小弟弟还是很勇敢的。真的，我们玩的时候也非常开心，一直都没有我们预想中会发生的事情发生。比方说你们也很认真的藏，也藏得很好。我们可以意识到说身边有很多人是你们派出来的，其实我们也很清楚。重点是大家都玩得很开心，我觉得这是你们这一次玩得最好的地方。